好，首先我们来谈注册，注册在这里，在 Single Up 这里，这里你要选择国家，我们是哪里？台湾，要找一下，过了，台湾，你的生日几月？像老师是八月几号？啊，你要不要骗他？一般不建议你骗他了，免得你后面忘记哈。啊，几年？民国换算成西元，你要加1911哦，可以吗？小朋友，如果是100年生的，你是多少年？你要加1911加100，就是2012。1911，2011，哈，2011几年几月？你要算一下哈。好，下一步，电子邮件，电子邮件在哪里？在我们的电子邮件这边，有没有请小朋友这边，请你把你的电子邮件复制起来，好，复制起来，回到我们这里，可以用贴上。电子邮件贴上，密码你自己取一个，建议你就取跟我们前面的一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啊，这边密码你一定要有英文字跟数字哦，然后按建立账户。好，要等一下。好，这样建立完，他就给你进来了，你就可以画图了。好，好，这样就是注册哈。